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故事，主角是学者兼性学家希拉里·考德威尔 （Hillary Caldwell）。她长期隐瞒了自己的性工作经历，主要是为了保护她的孩子和孙子孙女。然而，最近她决定公开这一秘密，以对抗荡妇羞辱。 并帮助大家理解健康的性和欲望的力量。他的决定并非轻而易举，因为他曾因这个秘密被勒索和敲诈。现在，他勇敢地站出来，分享他的故事，试图消除污名，并为性工作者争取更好的社会对待。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希拉里·考德威尔 （Hillary Caldwell） 这位学者兼性学家，长期以来对他的性工作经历保持沉默。他回忆道：“最初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孩子而保密，随着他们长大，我又开始保护我的孙子孙女。”他说：“这种沉默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保护，反而让他感到自己像个骗子。” 于是，考德威尔决定公开自己的经历，希望借此帮助他人感受到性自我赋权的力量。他认为，诚实面对这段经历对孩子们更有价值，也能对抗荡妇羞辱，并促进健康的性与欲望的理解。二十年前，考德威尔在三十六岁时成为性工作者，当时他刚刚离婚，身兼四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和护士的职责。 尽管她热爱护理工作，但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照顾孩子的现实让她疲惫不堪。我喜欢照顾人们的身体和临床护理，以及整个医院系统，但我不得不从晚班开始，早班结束，然后必须把四个孩子送到托儿所，直到晚上九点半或十点。考德威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始提供陪伴服务。 他回忆起第一天的经历，我从上午九点工作到下午三点，赚到了一周的工资。这份工作起初是为了钱，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在他的回忆录《荡妇国度：重拾无羞耻的性》中，考德威尔分享了他的故事。 他直言不讳地说，性工作者确实在工作，他的正面经历并不代表所有性工作者的情况，很多人经历了创伤和负面情感，许多人只是去工作，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考德威尔指出，性工作者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如果你是妓女，你就是社会上最糟糕的人，这对所有女人来说都是一个警告，不要那样做。 研究显示，与性工作相关的污名对性工作者有负面影响，如情感疲惫和心理压力。隐藏性工作经历的另一个原因是，考德威尔曾经因为保守这个秘密而遭受勒索和敲诈。我因为保守这个秘密受了很多苦，我被勒索、敲诈、跟踪，还有各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因为我有一个秘密。他说，这个秘密本身变得危险。 考德威尔认为，通过分享他的故事，他在我们如何看待性和性别方面，特别是对女性的性别方面，采取了一个坚定的立场。在他的博士研究中，考德威尔采访了购买性服务的女性，发现很多女性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性自主权。 当你得到那种愉悦的感觉时，你会觉得自己有些非常好的东西，即使那种感觉来自一个社会认为不应该好的地方。他说，当你的身体告诉你一些像高潮那样强烈的东西时，那可能比你曾经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更有力量。这可能是非常变革性的。 那么，如果性探索或父权听起来像是你生活中想要多一点的东西，考德威尔有什么建议呢？首先，按照自己的条件找出你想要什么。自慰是一个了解你喜好的好工具，他说。所以了解你喜好是第一步，然后能够沟通这一点是第二步。他建议了解更多关于你的性幻想。 并通过性幻想教练、性专家或性学家的帮助来讨论和探索。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允许自己实验，没有羞耻感。考德威尔认为，许多女性不喜欢性，原因可能是她们一生中从未得到过她们真正喜欢的那种性，她们没有机会拥有她们喜欢的那种性。 若我们将性体验视为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淫荡和可耻的东西，女性可能不会觉得她们不喜欢性。她说，如果女性能够拥有她们喜欢的性体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位隐藏的性工作者希拉里·考德威尔正在通过勇敢揭露自己的故事和研究来改变社会对性工作的态度。 他希望这种改变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性自我赋权的力量，并最终消除荡妇羞辱的负面影响。他的故事启示着我们，面对和接受自己所有的经历，无论是什么，都能带来真正的力量和自由。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希拉里·考德威尔 （Hillary Caldwell） 是一位学者和性学家，曾在多年内隐藏他的性工作经历，以保护他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这种隐藏并不符合他对性自我赋权的理念，因此决定公开分享他的故事，与家人和公众坦诚相待，并以此对抗荡妇羞辱。 考德威尔在三十六岁时开始从事性工作，当时他刚离婚并需要抚养年幼的孩子。虽然他喜欢作为护士的工作，但工作强度和家庭责任让他难以兼顾。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他开始从事性工作，发现这份工作不仅能提供经济支持，还能带来愉悦和满足。 考德威尔的经历表明，性工作并非总是负面的。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份工作可能带来创伤和心理压力。研究显示，性工作者面临较高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药物滥用风险。这些问题多数源于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愚民化和歧视。考德威尔强调，性工作的危害主要来自于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态度。女性在性方面常常被剥夺权利，并被灌输羞耻感。 他的故事旨在挑战这种文化，推动对性和性别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女性在性方面的自主权。此外，考德威尔公开他的经历也是为了终止他人利用他秘密的可能性。他曾因这个秘密遭到勒索和敲诈，经历了各种困难。通过分享他的故事，他希望消除这种威胁，并为其他性工作者提供支持和启示。 考德威尔还将他的博士研究奉献给性工作，并采访了购买性服务的女性。他发现，许多女性通过购买性服务来获得性自主权和愉悦，从而挑战了社会对女性性快感的禁忌。对于那些希望在生活中找到更多性赋权的人，考德威尔建议首先了解自己的喜好，这可以通过自慰来实现。 其次，能够清楚地沟通自己的需求和幻想，并允许自己在没有羞耻感的情况下进行实验。总之，希拉里·考德威尔的故事揭示了性工作的多面性，挑战了社会对性和性别的传统观念，并推动了对女性性自主权的认识和尊重。她通过公开分享自己的经历，不仅为自己解除秘密的重负，也为其他性工作者和女性提供了启迪和支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琪琪希拉里·考德威尔的经历令人敬佩。他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来对抗社会对性工作者的偏见，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考德威尔认为。 沉默并不赋权，而是需要公开讨论性和欲望，从而达到自我赋权。这种观点非常有力，因为它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道德标准。有研究显示，性工作者经常面临创伤和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由社会对他们的污名化造成的。通过公开讨论，他为性工作者争取到了更大的尊重和理解。 天呐，楚天舒，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确实，考德威尔的故事听起来好像是英雄史诗般的挑战，但现实呢？现实是大多数性工作者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面临的不是自我赋权，而是被强迫、剥削和暴力。 你说的那些研究数据，的确显示性工作者受到创伤。那么这真的是一个经济选择吗？考德威尔是个例外，不是规则。大多数性工作者并没有这么自豪的故事可分享，他们只是迫于生活压力而不得不走这条路。占更多比例的性工作者的真实经历是什么？琪琪，也许你对现实的看法有些悲观。 没错，性工作者面临着很多挑战，但将他们的经历一概而论并不公平。考德威尔的故事正是因为他的独特性才有力量。他展示了性工作也可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仅仅是迫于无奈。考德威尔强调，问题不在于性本身，而在于社会对性的看法。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性工作本身的问题。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对性的观念，而不是仅仅禁止或忽视性工作。嘿，hey, 楚天舒，我不是说我们该忽视这个问题，我只是说我们不能忽略大多数性工作者的现实情况。考德威尔的故事是个例外，而不是规则。我们需要承认，性工作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这种自我赋权的经历。 你提到问题在于社会对性的看法，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不能忽视性工作行业中的剥削、暴力和强迫，这些是真实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改善这些工作者的权益和工作环境，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而不是一味美化这个行业。琪琪，你说的有道理。 性工作者确实面临很多挑战，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回避讨论的理由。考德威尔的故事告诉我们，通过公开讨论和打破沉默，我们可以推动改变。他揭示了社会对性的双重标准，并试图改变这种现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声音，我们才能逐步改善性工作者的处境。性工作并不是全然美好。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那些积极的经历和可能性。通过公开讨论和立法保障，我们可以改善性工作者的权益，让他们有更多选择和更好的生活。楚天舒，我同意公开讨论是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化。考德威尔的经历固然能启发人心，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大多数性工作者的真实困境。 现实中，多数性工作者面临的是剥削、暴力和社会污名。而且，现实中急需的改变不是一次勇敢的自白，而是实际的政策和保护措施。你说的那些立法保障听起来不错，但能有多少实施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考德威尔的例外经历成为对整个行业过分乐观的借口。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并做出真正能改变社会和性工作者生活的实际行动。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好啦，大家坐稳了，咱们今天要聊聊一位全能女超人的故事。这位女英雄就是希拉里·考德威尔 h i l a r y Caldwell）。 一位性学家、坚信工作者，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从隐藏身份到勇敢面对一切，甚至成为性福权运动的领导者。先说说希拉里为什么选择隐藏她的性工作经历，她可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要保护她的孩子，然后又继续保护她的孙子孙女。这让我想起那句话：“妈妈能力大，责任也大。”然而， 希拉里后来意识到，这样藏着掖着其实并不复全。他说，沉默并不复全，所以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他最终决定打破沉默，真诚的分享他的经历，对抗荡妇羞辱，并希望其他人也能从中受益。这可是勇气与智慧的绝佳结合，对吧？希拉里的性工作经历始于他三十六岁新离婚的时候，当时他是一位辛苦的护士。 的在各种班次间奔波，还要照顾四个孩子，于是他决定试试性工作。一开始是为了赚钱，但没想到他居然很享受这份工作。他的第一天就见了四个客户，赚了一周的工资，而且这些客户还特别友好，让他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性愉悦。希拉里在他的回忆录《荡妇国度：重食无羞耻的性》。 中分享了这些故事，强调性工作并不容易，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性工作者的经历都像他这么积极。说到性工作，希拉里并不避讳提到其中的风险。他认为，性工作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人们如何对待性工作者。如果你是妓女，你就是社会上最糟糕的人。他说，这种污名和偏见才是最大的伤害来源。 研究显示，与性工作相关的污名会对性工作者产生负面影响，如情感疲惫和心理压力。这让我们看到，对性工作者的社会接纳和尊重有多么重要。希拉里选择公开她的经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阻止他人利用她的秘密。她曾因保守秘密而遭受勒索、敲诈和其他可怕的事情。公开这一切。 让他不再受制于这个秘密，这可是大大削减了那些想要利用他的人呢。希拉里的故事告诉我们，真诚和公开是对抗利用和羞辱的有力武器。最后，希拉里还提出了她的性福权建议。首先，你的了解自己的喜好，这可以通过自慰来实现。接下来，就是能够沟通你的喜好，找到性幻想的重要性也是一大步。 希拉里还鼓励大家放下羞耻感，大胆实验。她说，许多女性说她们不喜欢性，其实是因为她们从未得到过她们真正喜欢的那种性。如果我们能将性体验视为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淫荡和可耻的东西，那么女性可能不会觉得她们不喜欢性。总之，希拉里。 考德威尔用他的勇气和智慧，告诉我们如何拥抱自己的性自主权，对抗污名和偏见。他的故事不仅是对性工作的重新认识，更是对所有人，尤其是女性，展现了如何在性方面获得真正的赋权和愉悦。这位女超人真是让人敬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 do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